Where am I? What happened? What are you? You. What are you? You. With me. With me. You are with you. Who with who? 是啊，你这英语都谁教的？初中都没毕业吧？哎，唐老师，好像他英文是您教的吧？啊，那个，我是说，你这英语怎么学的？来来，重新开始。You are with me. Oh, you are with me. My dear.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the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You are more than everything.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Please be my queen. Please be my queen. Queen.You? Will you? 干嘛呢，公主？台词，轮到你的台词。Yes, I will, my dear.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怎么样，跟诗人对戏对的还好吧？别提了，他们俩对戏啊，简直差死了，也不知道诗人怎么回事，一句词儿都背不下来。哎，看来小木这次啊，要跟着一起丢人了。哎，那个诗人说他看见台下坐的全是人就紧张，背的台词全部都忘了，怎么办呢？愁死我了。要不你也别演了，那怎么行？怎么能半途而废啊？东梁，我本来以为你要演王子的，怎么会给你安排一个活道具的角色呢？太匪夷所思了。不会是你怕传绯闻不愿意演吧？啊？你瞎说什么？没事，小莫，别灰心了。一定会成功的。这样吧，我先走了，我把小木交给你，你来安慰他。啊。那。刚才干嘛不拿出来啊？我不知道乔乔还在，我就多买了一罐。哎，你怎么不喝啊？太冰了。你不是平时都喜欢喝冰镇的吗？人家今天不想喝冰的吗？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小木有点不高兴了？果然是这个时候，他开始不开心了，因为诗人演了王子。我想起来了，全想起来了。后来就是因为诗人在台上忘了词，小木也跟着被别的班的同学嘲笑了很久。他一定是在怪我。就连乔乔也这么说。不行，我一定要找诗人去说，让我去演王子。I want her to be my wolf.
怎么样，台词背的还好吧？我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啊。你干嘛这么说啊？现在还能怎么样？你想知难而退啊？不，我是要知耻而后勇的。冬凉，你看你长得这么帅，又有这么多女生喜欢你，又会打球，头脑还这么的聪明，你是不会明白我这样人的感受的。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六年，一直这么默默无闻的是一种什么感受？就算哪天我没有来学校，老师也不会知道少了我。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其实你也有很多优点啊，比方说长得高啊，而且你别说了。你看我这人长相平庸，学习平庸，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所以我在学校这几年里没有一次参加过学校的文体活动。你这话说的，歌唱比赛呢全班都参加过啊。歌唱比赛老师让我坐在最后一排最边上，光张嘴不让我唱出来。那运动会呢？运动会总参加过吗？运动会我就是在操场上帮你们端端水送送衣服，你都没有注意到我吗？就连学校春游秋游，学校的旅游车上两个人的座位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在坐的。所以这次的英语戏剧比赛对我来说至关的重要，你知道吗？我不想让我的中学时代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度过，我想在我的中学时代留下一点什么，哪怕不让别人知道，也让我自己在老了的时候留下一点点的回忆啊。我不想后悔，你能明白吗？明白。那你愿意帮我吗？好，那我教你吧。谢谢。好了好了，集合了，一会儿准备连排啊。哎，是不是少人了？那棵树呢？冬凉呢？冬凉人呢？冬凉去厕所了。这个时候去厕所？老师，诗人也不在。诗人？诗人是谁啊？诗人就那个演王子的。演王子？哦，那个孩子啊，真是平庸的有点出奇，让人记不住啊。Please, let me have Snow White. Please, let me have Snow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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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her. I want her to be my wife. I want her to be my wolf.不是 wolf， wolf 是狼的意思， wife 才是妻子的意思。wife， 对对对， wife， wife， 对，yes I will， yes I will， yes I w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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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love her forever， Queen。好了好了，前面集合，准备连排。说好了，加油。冬凉，你把衣服换上。哦。等一下，冬凉，你先别穿了。你跟诗人，你们两个把衣服互换一下，我看看。啊？我是说，你和诗人，你们两个把衣服互换一下，我看看。那唐老师，我是演什么角色？你演冬凉的角色，演一棵树。树。快，冬凉，快点，跟他换一下服装。
换一下角色，没问题吧？没问题啊！我突然发现，树才是最适合我的角色。我要注入这个树生命、力量。好了，开始排练吧。哇，这下子演王子，我说的对吗？就猜你演王子，结果还让你演王子。The queen made a fortunate effort and dressed herself like an old woman. She came to the house.正好乔乔的苹果不见了，你们赶紧帮忙找找吧。怎么会啊？刚才排练的时候不是还在吗？是啊，你看他现在不见了呀。哎，乔乔，你得好好想一想，到底放哪里了？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每次演完戏，我都放到这里的。那篮子里没有吗？没有。快，大家赶快去后场，快。小莫，怎么了？没事儿。加油，别灰心。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是不是？啊，不对，应该是名师出高徒才对。你们看我的资质就知道了，咱们班比赛一定拿第一。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有没有信心？有。有。那就好。赶紧我们俩去后面找找。上场啊！唐老师，怎么了？其实唐老师，没什么，我们只想说，今天气色怎么那么好啊？那个是我最近在喝胶原蛋白呢。是吗？效果真不错。我也这么觉得。什么跟什么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快上场！快快快！快！快点！好。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cannot finish the mission. Are you okay? Yes, I'm okay. The queen met a prisoner's apple and dressed herself like an old woman. She came to her house. Good to see you. Pretty apples to see you. Cheap. Very cheap. Someday sell apples. Pretty apples. 这次得第一名，完全是和我最后的表演，他那句台词配合的天衣无缝。你说什么了呀？ 就那句，Congratulations， 就是那句啊。这一句呀，我觉得
你这句话跟诗人在整场戏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怎么就一样了？我怎么就和他一样了呢？就是完全没有作用。有效的、啊、嗯，就是道具苹果没找到，影响了姐姐我的情绪，不然的话咱们分还能高呢。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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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你说呢？嗯，我说那个现做的苹果挺不错的，又简单又漂亮，只可惜上面有字儿。还是毛笔字儿。能有就不错了，好歹还能有个替代的。嗯，你说那红纸是哪来的呢？回来了。小木，你干嘛不喝冰可乐呀？是他说的。啊，我？对啊，你不是那天说的。啊？哦，我知道了。东梁，你也太纯情了吧？什么？什么呀？告诉我。电视里不是说了吗？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真是个猪头。是在做梦吧？这不是那是高三的时候英语比赛，你们临上场的时候做的。对呀、啊，后来诗人承认是他藏的，为这事咱们差点打了一顿。当时多亏了小木拦着。本来就不应该打，他都承认了，干嘛还打他呀？你看你，当时就你闹最欢，说什么这种人非得打。是吗？我不记得了。怎么回事？难道过去真的被改变了？你不会光是以为陪他一块儿演公主和王子就可以改变你们的人生吧？需要更大的改变。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改变你们感情命运的方式。我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沙漏里的沙子没有漏完我就回来了？因为你已经失败了。失败了？你所做的一切对你和小木的人生根本没有发生任何逆转，所以你就回来了咯。现在说失败了，未免也太早下结论了吧？那是你认为没有结束，但事实上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们有我们的评判标准。那是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哎，我记得小木最后一次说了一句猪头。难道他每次说猪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看来你的智商还挺高的。你呀、啊、好好用用你的高智商培养一下你的情商吧，还有救。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不可能。拜托了，你不是神仙吗？我是神仙也没有第二次的。为什么没有第二次啊？同一个物件是不能做第二次更改的。同一个物件？那不同的物件呢？哼，答对了。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大师的风范？奇怪了，怎么有我的签名呢？你忘了吗？当时咱们比赛输了，说如果不赢，发誓绝对不在上面签名，还不是因为你？这么简单的球都接不到，怎么能怪我呢？我是能接到的，就是当时地板太滑，我脚一崴，我也没有办法。你就承认你自己技术差吧，啊！好了，你们别说了。你们不记得了吗？当时球队输了，其实最伤心的就是小木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赢，我一定会让小木开心的。啊，山田医生，我这次一定可以的，我一定能让小木醒过来的。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很多人有过一次机会之后就放弃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一定可以的。希望你能够找到正确的路。我会的。祈祷吧。爱情，被排球砸晕了，要不是我，能醒得这么快吗？这是在哪儿啊？快点吧，张老师那边叫集合了。现在是2004年，对吧？是啊，你为什么这么笨啊？你的脑袋被砸坏了吧？但你要坚持啊！现在可是决赛，我们一定要赢的。决赛？你打起精神来吧！你忘了你答应小木和乔乔的？我回来了！我今天又回来了！是平局，我必须赢下这一局。这场比赛，我们曾经拼到13-14，落后一分的情况下，因为我急于求成，扣球太猛，扭伤了手腕，被迫和贺喜上场，贺喜发球失误，最后输了比赛。贺喜，你今天会发球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当然会发球了。一二三，上！东梁，上场了，加油！
来吧。不要着急啊，你们一直表现都很不错，调整情绪，争取呢拿下这一分。冬凉，扣球是你的杀手锏，抓住时机，找对方的死角。不是吧，一点改变都没有，难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来，一二三，加油！只要我不受伤就好，只要不受伤，就可以不换贺喜上场。我发球一定不会出现失误的。见吗？你别瞎猜了，他不会有事的。不会又是你的第六感在作怪吧？不是，他一定是受伤了。张老师，张老师，杜郎受伤了。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换贺喜上场，最后一定会输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是受伤了。暂停，四十四中要求暂停。来，没关系，还有希望。休息一下，调整呼吸，深呼吸。怎么回事？啊，没事，张老师没事。来，队医，来了，看一下，来查查。没事的，张老师，过来看一下。别说难受到我了。我没事，我坚持一下就好了。乐姐，换你上。我？对。我终于可以上场了。对。张老师，不用换人的，坚持一下就好了。快去给他处理一下。这边包扎一下。我这没事啊。别紧张，正常发挥就可以了啊。你这时候发挥够呛吧？张老师放心，我会努力的。杜亮单手比贺喜强了，没办法，他都伤成那样了。张老师，这场比赛对我真的很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现在可不是你个人表现的时候，张老师。哇，你的手没事了吧？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难道你忘了这场比赛对我们有多重要吗？不行。绝对不能让贺喜上场，我不能再失去这次机会了。一二三，加油！你要干嘛？一击必杀，小木，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他在用左手，啊？他左手练过吗？
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场？何雪，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场？我一直努力练习，你知道我多想上去打一次吗？何雪，控制点。你别管，我要问问他，他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为什么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好了，你听我说，我是有理由的。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何雪，今天就算你上场了，你也会发球出界，我们还是会输的。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是怀疑我的技术不好是不是？我没有，我。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对啊，你的发球技术本来就不好啊，你又没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你就算是发球还是会出界的。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这个混蛋！啊，你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是不是？没有，我说的是真的。还没有？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哎，你们别吵了，东梁。我知道比赛输了你心情不好，但这时候你也别开这种玩笑啊！我没有开玩笑，我这个时候哪有心思开玩笑啊！你没开玩笑，你再说一遍试试，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打你？哎，好了，我是从未来回来的。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你发球出界，亲眼看到我们输掉这场比赛的。下来，道歉，你应该道歉，道歉，什么？对不起，那什么，我不知道精神压力这么大，头没事吧？什么我精神压力大？我说的是真的，是我不对，诚恳点。东梁，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错了，我跟你们说的是真的，你们不相信我吗？你怎么不相信我呢？小强，你来。